大家好，咱们剃肉勺尽可能用小刀剃，小刀剃的灵活方便。要是咱们拉肉勺尽可能用大刀了，大刀拉这个肉特别整齐。哈哈，来，往这看，小里脊，后腿拉开。带猪蹄的肘子啊，这肘子可长啊！来，看一下，后蹄后肘，这肉够新鲜吧？够新鲜。哎。搁个这儿，打牌。真漂亮，来看前肘，哎。咱们剃完骨头了，还得把这猪蹄拉下来啊！哎，这个前蹄，再把后蹄拉下来。哎，好了，前蹄儿，后蹄儿，后蹄儿，好了，感谢大家啊，谢谢。